好吧，看起来是正常。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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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又有金羊了哎！下个有了吗？下个月十一月二号，明天是洛克了。哦、我看十一月。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哦。好，那我也开台了。开 ，OK 了。安安，大家安安。安的。安安。好好好好。今天要继续开台了，好爽。今天要继续逃狱。今天的队友一样是上次的几位。没有错啦。好啦。安安安安。安的。大家安安。他名字的颜色是不是又改了？有吗？反正颜色变深，还是因为我昨天没开台，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哎、欸，怪怪的。好，有人喽，看有人，有人喽，邀请，好，都邀了，好，我现在去点名。点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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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点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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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哦，看到有人在打错字，打错字，因为我们在聊骨架那些问题。嗯，然后他说繁星的画风超可爱，颜色砍了也很舒服，砍了砍了砍了，所以是没有颜色也很舒服的意思咯，不用上色就别就不错了。然后砍手砍脚是不是？哎。有人在卖东西了，这次有哎、欸，好像一开始有卖，后面就不卖了，为什么？不知道，哎、欸，为什么？我替我跟兔子讲一下，怎么对话我忘了。一太失忆了吧，先生？才一阵子没有就忘了啊！我的桌子都被搬回去了。对啊，这全新，这是全新的一局啊！啊，等我一下，我 IT 没有成功。好，我现在就在。昨天没有，我昨天出去玩。早餐时间，我第一时间拿起了餐盘呢。我来啦！后面是谁？来啦！杰克。哎、欸，是我。你去哪里？下面怎么怎样？不错吧？你的好邻居。你的邻居都被气死了，你看。不要气，不要气，不要气！我先拿个刀子啊！你对着邻居拿刀子干什么？没有，拿个塑胶刀压压惊啊！好，你是我想干嘛？刀子没有用啊、欸，拿叉子啊，至少还可以一滴一滴。这次我们同有人同寝吗？对啊，我没有，我还是我跟绿色同寝。哇，绿色是我，呵呵。哎、欸，哈基跟我还有谁？阿纪，我杰克还有谁？我看一下、喔。工作时间哦，阿纪我闪闪。哦，翻错人的这一个阿比的。你为什么要来翻我寝室的？他、啊、需要东西啊。工作时间啊，先走啦，先走啦，先走啦。哎、欸，我的厕所还坏掉了，白痴哦、喔。被弄坏了，这么快？我一打开就看到那个厕所坏了。哎、欸，农耕哎、欸，有没有要做？能力够吗？哦，阿基当厨师。阿基厨师，新的椅子大家对啊，我终于换椅子了，好爽。哎、欸，农耕我可以做哎、欸。嗯，对啊，都可以做啊，因为他条件低，可是我没做过啊。好，我接了，我接了，我要去看看，我要做看看。我去看一下我后台。那旧的吗？旧的在被绿幕消掉的地方。没开成功。好了，安安，我今天不开视讯，好爽哦。哎、欸，真的不开视讯都很爽。哈基安安偷看，等一下。哈基可以直接进来聊天也可以吧？对啊。哎、啊欸，我们同寝哎、欸，哈基进来啊。同寝同寝。我去翻哈基的桌子。看看有什么卫生纸之类的。这个位置后面，等我整理完，你们就会看得到他了。我现在房间太乱了，先拿绿幕挡一下。阿基的桌子里有蛇珠，蛇珠。我有开啊，我 IT 不知道为什么开不成功啊。这是雨月的桌子、喔，不好意思。你干嘛偷翻别人桌子啊？你为什么要去翻人家桌子啊？
不能怎么这样，不能这样，每次放人家桌子的，对没？没有，要摆好，这样收集东西才快，是吗？是是是是是，没有错啦，是谁啊？谢礼物，阿尔。我觉得要把吃的东西拿出来放地上，太快了，工作时间太短了啦，不够用啦。阿纪呢？我要等阿纪讲话、欸。知道他退休了，对啊，长高了。哇，也落地有种子。嗯，应该来送啊，那个有一点呢、欸。我在专心用地图，没关系。你声音好沙哑，你也跟我一样了。沙哑。刚刚有点想睡觉。哦。想睡觉。啊，不行，我要先去看书。要先读书了。对不起，我先锻炼。我先把铲子丢起来。铲子收起来。好。嗯嗯嗯。图书馆是在哦，想起来了。你铲子那个可以挖地板吗？哎、欸，对耶，不知道、啊，可以试看看。看一下任务啊。他工作时间只有一小时，太短了，不够用啊。没有，他有两次。哦。太累了。嗯。嗯。因为我们要训练。嗯。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外面有两个打起来了，我洗我的澡。谁？哎，干嘛凑我啊？不知道哎，这两个是谁？好，安安，大家好。安安，迟到三分钟没关系。我要去捡。奇怪，人在揍我。阿尔揍回去啊！阿尔跟圆圆打架。哇！对啊，我被揍死。没声音哇！教训哈纪，团团叫我教训哈纪。哇！这个是可能是因为长拖鞋吧。原来是长拖鞋的部分呢、啊。啊！哎、欸，你把一些可能用得到，就是直接丢地上啊。红色以外的可以丢地上。嗯，安全。嗯、有没有听到？杰克，发挥作用了。对。啊！难得今天去的很干净，我就去了。嗯哼。读书读书，努力读书。啊啊，读过头了。感谢王冠，谁啊？心灵，感谢心灵的王冠。哇塞！我打输哈基了。对啊，这个到底是谁啊？这是哈基吗？你打输哈基了。哈基，那是哈基。哈基刚也把我揍死哎、欸，他到底是多愤怒啊？哈基也太凶了吧！哈基就这样。走过来然后就直接揍我啊！不会看。可能做地图压力大吧，真的有可能，没有可能边打的时候就是8.6，啪啪啪，都已经8.6，我想说都已经还没时间还没过，好吧，勉强。他说现在是8.06，哎呦，这里怎么有守卫一虎？嗯，是有人的任务是不是啊？哎呦，有人，有谁卡任务啊？阿纪，嗯，你是金发包包头哎。对啊，等一下，为什么小雨的礼物会出现在我的台啊？啊？嗯 ，bug 那个什么？不知道你那重整吗？那个棒的图，你说那很棒那个吗？就这个棒，对啊，很棒。为什么跑到我的台来？为什么？为什么？你挡好。我不知道啊。哦，好了，好了，我教训好哈纪了。为什么？哇，哈纪身上都是未烹饪的垃圾。为什么？太神秘了、旧版的 NONO LINE 旧版的可以哦、喔、旧版 NONO LINE 旧版可以去别人家刷礼物我整个傻眼刷别人的礼物哦、喔、这么强、啊、超神奇耶、欸、为什么先去用作业好好猛哦、喔、傻眼我想说那个贴图不是小雨的吗怎么跑到这边来到底是礼物通用联盟还是、啊、你刚刚怎么电线那些都不先拿起来啊？哦，因为我还没有翻过我自己的，不是你的啦。刚刚哈基的抽屉里面有电线啊。哦，木钉哎、欸，偷拿团团的木钉。嗯，腰带电池，腰带。
没有啊，竟然可以当偷刷别人礼物，就不用升级啦，这样感觉很猛哎、欸。白痴啊！去别人台刷其他礼物，也会找到哦。利用 bug。哎，晚餐时间，这么快晚餐了，好快。还没拿胶带，我做好那个花香一股、欸、卡了，还是什么忘记了？我卡了，我被一个墙挡住，这边 一道墙，神秘的墙，嗯，神秘的墙。好了，我走了。有智力够了，麦克风不会做到的。对，智力。哦，因为麦克风换一边放，原本就习惯放这边，只是因为之前那个位置的时候放这边很难放，所以放过来。安，不是有那个真棒吗？对呀、啊，嗯，还有一个也是真虾，真虾。哦，哎、欸，哈基很爱打架哎、欸，哈基就走过去就一直要揍人啊，不知道干嘛。嗯，打一下咩，开切摸一下。哎、欸，工作时间就讲了，阿尔也会很爱打的。哎、欸，把哈基打昏，他是做厨师的，不要让他完成。他就忘记上班了。哦，哈基，三八，哎咻，这里有。哇好了，然后这个真的时间很赶啊，有了残值，然后去报道，去报道。哎、欸，对呢，小孩要报道哎，对啊，要报道一下。有我报道。嗯，来得及吗？我来得及吗？再来一个。哦，完成。哦，等一下，他种起来的东西跟我手上拿出来的东西好像不太一样啊。嗯，有落差吗？他不是种起来是一个高丽菜的样子，对啊、然后我拿起来是一个、咖啡杯，然后上面有一个长个植物，嗯，有一个小盆栽啊。对啊，就不太一样啊。可以啦，感谢礼物。哇！今天好像少了什么？没有少了什么，绝对不是视讯，绝对不是视讯，自己讲，绝对不是0915，能够是谁？等，你干嘛？为什么？我只是试着挖一下地板嘛，谁知道出事了？不好意思啊，有人挖，这整个你是挖哪里地板啊？啊，就农田旁边啊。看他不给我进去洗澡，要回家了。换椅子，对啊，换椅子。我只是试看看嘛，可以这样躺着。我的床在哪里？我只是试看看的。淋浴时间，干嘛啦？就小土豆了。闪闪，闪闪，闪闪是闪闪爱打人正常。闪闪爱打，只是之前不小心跟你说你突，没事。你说什么？突什么？突什么？哦，没有，很茂密。抓到了。胡子啊。活该被警察打了齁。打一拳啊。怎么了？我要送东西给他。哦。听说这款椅子的包袱感好。请问问他我没有在攻上这椅子啊，为什么要帮他说话？哎，我们去左上的小房间。要拉门的小房间，好，左上要拉门的小房间。那我现在去翻别人的柜子，哥来，我先看个书，等一下哦。嗯，为什么多了三颗星啊？发现什么了？啊，破损啊！那狗要去咬谁啊？不是我，狗冲出去了，不是我，哥来。你只花了多少？嗯，4000多块。
Go。好好，你放开，放开啦，会没体力啊，不然都要被困在里面。木钉，木钉。好。再去偷片。谁倒在这里啊？走走走。啊？公用电话？公用电话？什么公用电话？那个打电话哎、欸。啊？这么酷。50块可以打电话。